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更深层的力量，它比你想象的多10%。面对崎岖，这10%是你的从容；面对危机，这10%是你的远见；面对嘈杂，这10%让你平静；面对障碍，这10%是你的跨越；面对目标，这10%驱动你向前。正是这多出的10%，成就你离巅峰更进一步。别克昂科威，强者自强。